欢迎回到 Kingdom Rush Frontiers 的世界，我是某 A， 我们开始第五关 Heroic 模式吧。这次布阵还就大致按任务模式的布阵来吧。我想关键的主要是红色箭头地方能树立起地震塔，它的四周建起几个兵营，相信就能起到一夫当关的效果了吧。左路这边看来两个一级兵营是挡不住三个双刀大汉。OK， 地震塔建好了，期待下他的战果。
那路蝎子的的确有些刚，地震塔对皮厚的单体输出还是有限的。OK， 第二个地震塔建好了，剩下的就是升级兵营，尽量把敌人定在地震塔攻击范围内就可以了。卧槽，话没说完用路就要漏兵了吗？好险，还好有增援部队，险些就漏兵了。看来一开始用倾国之力去造地震塔，忽视兵营升级的风险还是蛮大的。我去，这斧头兵砍三级兵营的兵都一斧头一个呀。斧头兵居然砍四级兵营的刺客都还是一斧头一个。过关，但不算轻松，主要前期不该孤注一掷的造两个地震塔，这样的确增大了风险。得注意一下才行。好的，接下来是 Iron 模式。第五关的 Iron 模式只能造弓箭塔和魔法院。不过和任务模式不一样，有五个佣兵营可以雇佣海盗。布阵的话，右路小径出来的敌人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了，毕竟能防御的只有四块地和两个佣兵营。我想最好一开始就在右路雇佣几个海盗来守，而左路英雄来守会好些吧。
斧头钉，什么都是一斧头一个，太牛叉了。过关，看来这关 Iron 模式比 Heroic 模式简单，没什么需要注意的样子。OK， 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关再见，拜拜。